Thank you.
然后一阵沉默。没有啊，刚那首是那个Cartoon 是 DTR Love 的作品。那其实如果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或啊，应该这样讲，有没有人是看过我们几次演出的？好，没有，非常好，我们一直在吸收新的那个新的粉丝这样子。好，没有，如果就是常常就是有看过我们之前演出的话，就会对 DTR Love 这个名字就是不陌生，因为我们常常会选到他的歌曲。为什么常常选到他的歌曲呢？我们给我们的小提琴讲一下。没有啦，我就是 DDN 拉固的粉丝啊，对，粉丝在此，对对对。然后就是因为难得可以有这样的乐团，然后 DDN 拉固就喜欢做很多很酷的音乐，那他也会用一些电小提琴啊，然后都是有搭配鼓跟爵士乐团的那个作品这样子，所以我就。来到这个团就很开心，然后每次有演出，我都会偷偷塞那个 DDA 拉录的歌给大家。对对对，感谢感谢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首又是那个我们刚刚讲过，有一个很老牌的那个 Jazz Fusion 团体叫 Yellow Jackets， 然后接下来这首就是他们的作品，然后他们早期啊。我们像我们刚演的 Revelation、Evensong 跟 Imperial Strut 这三首歌，其实都算是他们非常早期的作品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三首歌，你们的可能听都可以听到。这三首歌就是如果你放在1980或是1970年代，就是一个非常算是你可以理解啊，为什么这三首歌为什么是长这样子？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很多的摇滚乐就是。然后英雄诞生，所以他们的时代背景就也催生了这样子跟爵士融合的一些歌曲。那接下来这首作品就是比较近代的，是2000年，好像2010年年后之前，我忘记是几年。